跟住落嚟要俾一段冲击影片大家睇。呢位吉川女士当时70岁，佢冇办法做到仰卧起坐，而且行路都有问题。呢位吉川女士，当佢接受治疗、矫正咗身体某个倾斜嘅部位之后，吓，好快啊，行得好快啊！佢做咗啲咩啊？本来完全做唔到仰卧起坐，而家都可以。吓，犀利啊！犀利啊！他做得很快啊，70岁都可以做得咁快，我都唔得啊！吉川女士矫正咗嘅部位系盘骨，盘骨系身体同内脏嘅地基，盘骨倾斜会令你成个身体都出现倾斜。呢一位系神户常磐大学嘅柳本友二教授，教授。在柳本教授指导下，已经有大约2000个病人改善了盘骨倾斜的问题。这位熟知盘骨所有问题的超级医生柳本教授，今天将会来指导大家。身体的问题是由盘骨引起的，治疗盘骨倾斜的问题，健康长寿地生活。就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请来神户常磐大学保健科学部的柳本友二教授来到，请你多多指教。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盘骨之所以会倾斜，是因为关节和肌肉变得僵硬或者收缩而引起的。所以在寒冷的冬天，我们更加要改善盘骨的问题。是。我们的盘骨是由五块骨头组成的。而支撑他们的就只得肌肉和韧带，所以盘骨是很容易倾斜的。在这个时期天气依然是很冷，肌肉很容易因为寒冷而引起盘骨倾斜，所以要更加注意。改善之前，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盘骨有没有出现倾斜问题。请大家站在地下一个十字的中间，然后伸长对手，好似僵尸咁。咁啊，咁啊，系僵尸咁，系啦。然后合埋眼，跟住我会数30下，请你哋抬起脚，左右咁原地踏步。系。为咗确认盘骨倾斜嘅方向，地下要有一个十字标记，呢点系好重要嘅。好啦，电视机前面嘅观众都一齐做啦。嚟啦，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，停。好，睇下，睇下地下。啊，唔系啊嘛。唔好喐，唔好喐，人系会向前嘅，所以向前行嘅人系冇问题。真麻烦，人都几进取嘅喎，行到咁前都有啊！林先生咁转咗向右边嘅人，就代表盘骨向右边倾斜。啊，史无女士都系，呢条壳都系。系，你哋嘅盘骨好似咁斜咗向右边，有咁嘅问题。即系话，如果你打斜行咗去右边，就代表你嘅盘骨向右边倾斜。如果打斜行咗去左边，就代表你嘅盘骨向咗左边倾斜。教授啊，呢度边个嘅问题最严重啊？系，应该系若林先生最严重啦。吓，我嘅盘骨倾斜咗啊！你个盘骨应该系倾斜得最严重，系。系咁，边个最冇问题啊？啊，系曾田你啊！你嘅盘骨系冇问题，但系性格就好扭曲。吓，咪系咯，盘骨冇问题，性格有问题啊！倾斜咗，性格向右边倾斜。盘骨倾斜带来的身体问题有头痛、膊头痛和下腹肿胀，想改善这些问题就要更正盘骨的倾斜问题。是的，首先看看头痛和膊头痛可以怎么做。教授会教大家拉伤某一组肌肉，可以有效地改善头痛和膊头痛的问题。
有一组肌肉叫做多裂肌，佢一直由盘骨伸延出嚟，去到颈嗰度连住头骨，好长嘅。呢条多裂肌如果变得僵硬嘅话，就会头痛或者膊头痛，会有咁样嘅症状。即是说只要拉松多裂肌就可以改善盘骨倾斜的问题，而且头痛和膊头痛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改善。将手交叉放在胸前，然后对脚擘到膊头那么阔，首先头转向右，然后膊头转向右，最后腰转向右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样拉长。由颈、膊头到腰，分三个阶段拉筋，就可以有效地拉松多裂肌。大家要左右各一次咁做啊！系咁，而家一起做啦！首先将头转向右，然后将膊头转向右，最后转埋条腰，然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咁样拉。好，翻嚟。跟住到左边，首先望向左边，头转咗向左边先，然后膊头都转去左边，最后转埋条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翻嚟，感觉系咪都几舒服呢？好舒服啊！好，盘骨倾斜带嚟嘅身体问题，下一个系下腹肿胀嘅问题。而家教授就会教大家一个改善下腹肿胀问题的盘骨体操。点解我哋嘅下腹会胀起呢？因为腹肌变弱，所以盘骨就变成咗向后倾嘅状态，然后啲内脏陷咗落嚟，就会令我哋出现便秘同经痛等等嘅问题，而且血液嘅流动变差，咁样系会带嚟其他嘅疾病。一直维持这样的状态，盘骨除了向后倾，还会变得僵硬。要令它松翻，回复去正确状态，这样内脏亦都会翻翻去正确的位置。那就要看大家识唔识点样纯熟咁揈盘骨啦。这样将手放在盘骨位置，然后前后咁，净系喐呢个位置。你系咪喺度搞笑啊？體操嚟噶，我係好認真嘅。體操嚟噶，咁嚟啦，冇錯就係咁樣，做得好好，慢慢做就得噶啦，唔好用膝頭哥喐喎。記住，淨係喐動你嘅盤骨就好啦。係。好痛。教授，小修先生話痛喎，係咪有咩問題啊？咁即係佢係啱啱做盤骨有啲僵硬，而我哋刺激緊盤骨，所以佢會痛。好痛啊！做多一陣咧。血流就会改善了，改善之后就不会痛的了。是。我条腰不掂啊。呢组体操前后做五至十次，左右做五至十次，这样就可以改善腹部的肿胀了。是这样，我都一起做呢。教授都热了。要示范的嘛。你够了，不要再除啊。知道知道。外套好了啊。系咁一齐做啦，手要放喺盘骨，大概喺皮带下面嘅位置。嚟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够啦。左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小手先生做得好啊，九、十 ，OK。小手先生做得好啊，但系好痛咯。好痛啊！变咗第二样嘢喎，啲动作唔同晒啊！系咪可以转腰噶？可以噶，但系咁样有啲变咗喎。虽然盘骨好好，完全唔系嗰件事啊，同个样有咩关系啊？做咩咁啫？